其实，在《黑夜问白天》整个歌词和调性看来，我们当时希望做的表达是现代舞跟乐队的一个冲撞。等黑夜问白天，能不能生眠？ Yeah. 我们刚刚进来之前，其实信心满满。嗯啊，因为我觉得我们四个人应该是 vocal 在这首歌里可以非常非常的就是明显的有优势啊。哦，我觉得这个舞台是有生死的，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拿出我们最自信的、最有诚意的这个表演站上舞台，哪怕我们输掉要离开这个舞台，我们都不后悔。因为其实在我们看来，哥哥的秀最大的不一样叫做表达。那你有没有考虑过你自己，你们讨论你自己的故事、自己的表达，你自己编曲的？嗯，我可以啊，因为互相其实第一次合作，就是那个想象力没有那么的丰富。那我觉得我们最快的方式是拿作品来说话。哎，你有带那个录音的东西吗？我带了，我看看。没有工具怎么干活呢？我觉得努力很重要，但是我喜欢聪明的努力。我内心有一句话叫做我们一群聪明人画笨功夫。陈伟伦老师先把音乐弄出来。 OK， 效率很重要，所以我会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拿出最高效率的事情来，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核心竞争力。让声音 vocal 出来，然后再切进来，就等于多了一小节。嗯，就把它打破掉。对，明白。你帮我录好吧，把和声录掉。你这里剪的晚了，对，哎，你这拉的不够长，你要拉长，拉长一点啊。好了，分词，开头谁开？我可以开啊。好，第二句你唱，二三你跟着唱，你听哪一句好听？我觉得它调动很好，就是管理的时间，最短的时间完成最高效率的事情，且很清晰。就这样录一遍就都会了。一眨眼，我很学。这个也不好唱啊，不好唱啊，怎么办？不要。有小味道。兵哥不用慌，一定好，相信我。哎，你唱得很好的。啊？你真的唱得很好。没有。真的呀。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了，有人在这样的时候还会这样的安慰你，我觉得好幸福，就是超级感恩，你知道吗？打起精神，冲刺。等黑夜问白天。再见不如忘的再见。哥哥们，你们太拼了，真的快要问到白天了。辛苦了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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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师。走不动了吧？对。我们先听一下他们早上五点多出来的版本，卷王们完全不用睡觉，真的没睡觉。我们早上拿到这首歌，听了之后，我们所有的人都很震惊。那在完全保唱的情况下，那我们再回去重新想方案。导演就说：“你们的音乐完美，感染了我。”我会帮你们去创造很美的舞台，你们放心。我们就很开心啊，就昨天晚上加班没有白加，你知道吗？就是，这就是 CEO， 你进了我这里，不但会对你负责，而且还会拔高你，成为一个特别特别优秀的员工。平凡哥，哎，平平，等一下我们录音的时间可能没有了。那 OK 啊，我们搞我们的就好。然后魏巡，你要把我们等一下录好的那个 vocal 啊，给到老师们。明白，他会把所有的步骤再把它全部确定，没有一点点模糊地带。那个，我们有什么问题在群里面，群里面随时沟通，好不好？一路平安，哥来了，兵哥。像你看，今天我们已经很清楚了，那就练就是了。说再见不如忘掉了时间，余生要换你挥霍，有颗心为你量身。老大现在。因为工作的原因他不在，所以我们就会有一点点心虚，你知道吗？那我的年龄在这里面又最大，那老大不在，那总归要有一个人稍微张罗一下的。明，你是最快提交自主编曲的哥哥，所以你有一个两人住的房间。明，这样子，你有时间吗？我们今天要不就连线一下？
现在已经十点了嘛，我估计你会忙。我们现在在教室，其他组都好厉害。哎，我们想你了，我们在吃午餐。你们还只在给他发信息、发语音。对对对对对，就不断的提醒他说，哎，别忘了，别忘了回来。昨天还跟他发了一个，我说快回来呀、啊，哥，想你了。他怎么回？一个开心的笑脸。很快就回来。明明回了一个视讯。哦。我还又瘦了，我们都说你瘦了呢。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，就是有一种被需要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那是代表大家对我的认可。对，所以我觉得那边就正好有机会，我觉得我就提前赶过来了。到长沙其实落地也要两点了，但是我也觉得没关系啊，就早一点来，半夜里面来，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就可以看到我。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也可以就是一个 surprise 嘛。怎么就醒过来了？这也太精致了吧！哇，谁送我两根香蕉的？你终于回来了，阿姨啊！终于回家了，等你等的好辛苦。我们焦虑到不行了，已经。谢谢。不会。前两天我们六神无主，你知道吧？真无主。还有点 emo 了，不用担心的。他明明不是那种很摇滚的音区，非要让我唱得很撕裂，我就……我给你一个建议，嗯，你把自己想象成林俊杰，就是用你自己的声音和表达。OK。你们觉得他回来以后，我们瞬间就安心了。